不负伯母，我走了，你们留步吧。在北京，还是待几天吧。有时间啊，就过来玩。好，伯母做的饭菜这么好吃，我会经常怀念这儿的。<笑>哎，香香，你去送送小姑吧。她那么大个人了，还要我送啊？你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儿。小姑是第一次到我们家，又是客人，哪有这样对待客人的？就是啊。 好了好了，我送还不行吗？走不走啊？啊，伯父伯母，我走了。嗯，再见。慢走啊。哎，走吧。 红姐好，哎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 你自己走吧。喂，你那么绝情啊？你走的时候我还送你去火车站呢。谁让你来我家胡说八道了？我去你家了吗？你可以来我家。我懒得理你。哎，喂，我还在北京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谢谢，不用。别客气，明早8点我在这儿等你。你要是不来。 我就去你家找你，顾燕帧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就等你答应了，不见不散。